今天这个短片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以前你们在做 YouTube 影片的时候，都会需要一个背景音乐。以前会教大家从这个，你要先回到频道的这个主页，然后管理影片。这里有一个音乐库，会教大家来这里下载。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你完全可以用这个 Suno 去做新的音乐。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示范给大家看了，这个 Suno.com， 你现在在 Google 那边搜寻 Suno AI 就会找到这个页面。那这个怎么做？就是说，首先你当然还是要对你要的旋律有一点了解，例如说它这里有很多，你当然要先听，你才能够知道你要什么，所以你就听看看了。当然这个是比较轻快的，那它只有写这样，所以其实也非常抽象哦。就可以来这边打开来，选择我要的伴奏，例如说我要的是一个可爱风格，然后轻快的，亲子互动的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你就可以按我只要背景音乐，也就是说我只要旋律，然后按生成。它这时候下面会跑30秒。就会给你两首让你去参考，那我们就听看看了。这个旋律有点慢了，那个旋律的节奏是可以去指令的，好，这个都比较轻快比较温馨的，那我们来听听看哀伤的。我觉得这一首的感觉就有比较接近我要的。好，那你如果对于说这种形容词你觉得它太过于抽象的话，你想要再精准一点，你就可以直接回到这个概念来看，例如说爵士和蓝调，然后放克，那我们就来听看看，看会不会跟它验证这边出来的很接近。这里那你如果觉得 OK 的话，你就可以按这边直接下载 download AUDIO， 这个按下去你就可以得到一首就像从这边按下载是一样的档案 MP3 档案，那你就可以去放在你的 YouTube 影片的背景音乐上面了。然后它是保证独一无二的，不会有人跟你一样的，所以绝对可以开盈利。在这时代已经不太需要 YouTube 的音乐库了，但是初期如果你真的还是不想学这么多这些东西的话，我还是建议各位可以先从这里开始学习，去感受一下音乐的世界，它的一些类型、情境这种概念了。那这个短片呢，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。